等一下，就是爬那个 Deep Cove 的一个那个 trail， 其实都不算山，它不算山，它就是一个步行，它是 hiking 的一个专门给大家提供 hiking 的一个 trail。그대를바라볼때면모든게멈추죠언제부턴지나도모르게였죠어느날꿈처럼그대다가와내마음을흔들죠운명이란걸나는느꼈죠你要和蒙面女一块去感受一下 Vancouver 的 trail，然后今天去的这一条叫做什么名字？Deep Cove。啊，对。然后因为这个 Deep Cove 路线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激动的一个制高点，拍出来的风景是特别特别的漂亮，对不对？对，我们打算要去尝试感受一下，然后拍给大家，这样。今天是一个大晴天，然后呢，温哥华就要天气了。然后，你不是刚刚还说支持自己的 idol 买维生素 VC 什么的那个吗？没找着啊，而且我那个一买的话，不是就国王迪还支持别人了吗？不能这样做。司机小贾在路上。现在我们在 Richmond。现在我们还在 Richmond， 是往 Burnaby 进发的路上。今天天气真的很好。但是很好呢，又意味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做好防晒。所以说，我们的小贾同学也是把自己武装的，从眉毛到鼻子，眉毛到鼻子好像也没多少哈。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近在咫尺。哎，我们是一会儿是要爬雪山吗？不可能，搞笑吗？然后我们几个人先小小的集合了一波，看一下我们。Crystal，Hello， 你凡是，哎呦，真是烫，完全看不见，盲拍吧。盲拍吧，是的。呀，怎么转过来了？来这边，哎哎 ，Hello Hello， 好酷啊！呀，哎，你肯定拍不到。可以。看不见。哎，这好酷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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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看见了。可以了，全员入镜。也、yeah, 可以，哎，人家现在是怎么着来着？这个心，哎，人家现在心是怎么弄来着？我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用心的方法去玩。啊，不会。对，走吧。好了，走了。哇哦，看这边的景色。大家介绍的时候不应该看着镜头吗？好，已经开始爬了。对，已经就不下了。啊，好累啊！好累啊！已经开始累了。我现在你拍着自己把自己拍晕了。别拍了，别拍了。好酷啊！
然后看我这个看来已经有点迟缓。认不认怂啊？绝对不认。别人看见我之后就是感觉到自己很怂。立刻认怂。好了，我们成功登顶了，同志们！哇！哎，等一下，这个频率不是，我们有一个新学的那个啊，什么？来来来来来，一起来！新学的新频，别来别来，哈哈哈快了。可以看风景。下山啦，然后我们已经彻底跟队伍走散，所以我们打算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嗯，就这样，我们要做第一梯队的小朋友了，快走吧。嗯，回家了，回家了。嗯，回家了。对，我们的任务完成。好累啊，我们还去唱了3个小时歌。是。但是现在还是很开心，非常激动。回家回家。现在不应该是很累才对吗？我的腿其实已经在抖了，今天下山的时候就有点微微颤，就是颤抖。但是还是，哎，对了，给你看一下我男神。哎，没有啊。不要把我照片老是轻易的放到你桌面。哎，好，回家了。嗯，走吧。现在已经11点多了，我们要控制音量。你爬山为什么会爬到11点钟？出去唱歌了，去吃饭，去 KTV。哎，不要把我脸照那么胖。要不声音听不到啊。我们去吃饭。好，刚刚进家门，那我们今天的第一条 vlog 就这样结束了。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去一些地方转一转。对，也学会了一个新的比赛技术。好啦，希望我们有第二期，我们第二期再见了，大家晚安了。